大家好，我是阿珂，今天给狗狗们做一顿好吃的，看看都准备好了。这个里面是，一位爱心粉丝给狗狗们寄过来的20斤的鸡胸肉，还有这些是胡萝卜，这是另一位粉丝给狗狗们，寄过来的胡萝卜和白菜，刚好他们都是差不多一起到了，然后我就一起给狗狗们做，把这个给他们煮一锅营养粥，看狗狗们都在这里乘凉呢。这个狗粮也是一位爱心粉丝给狗狗们寄过来的，这个狗狗们也很喜欢吃，我给他们往小盆里倒一点，然后拌着这个给他们煮的这个营养粥给他们喝。